不要，他妈到时候又是讲了半天，反过来了。你看吧，每次都是这样。我们听他的吧。觉得大爷是有点丑，因为他开六十箱，最低一点他的都是停车费，停车费的都是那些。那你要是真的，是吧？从没有了，现在从也没有过。哎，吃的还不错呀，感觉。那我们要去下面那个庙去。哪里？那个。